老子他妈打出巨牛逼的操作没能给我扣个六，一波小问题，他妈的直接起飞！我会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魔法！我操！ 这阿尼格奈A什么？阿尼格奈A什么？这个人头给本座呀！你出个女神泪出门，你出个女神泪出门是什么意思？我都没说过别的什么脏话，我就最多一句，他妈的！ 节奏还可以啊，你没病啊，我有病啊，你没病啊，我有病啊。 操！我车漏了，我这心态崩了呀！这。 牛逼！我死都要把这个凤凰给拦下来的啊！AD 还不走吗？逼了呀，逼了！ Kill. 很难受，没看见他。 被你害死的，兄弟！
瞎子，我真的日理哥，我日理哥，你丫的，你妈有病，真的是有病，他恶心个屁呀、啊！说实话，四个人这波踢下来，你们都得死啊！你们中单才是真正恶心的英雄，知道吧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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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操，舒服！哇，这四炮直接80块钱。各玩各的呀，我操，好反应。逼得太慢了呀，为什么？哎，对面也挺方便的，说实话。扔刀给我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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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！ADC 不在啊，不要打。瞎子不能吃太多头了，你知道吧？能给的要给的。以大局着想啊！搞是真的搞，说实话啊，这 ADC 被抓好几波了，他要把这波线，比如说这波线就不用吃的啊，等对面把线推过来，然后再去吃，也不会掉经济的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，也不会掉很多经济的。刚刚大家都在下路控小龙，都不在呢。操！
妈的，吓死我了！OK， 拿下。